ここかね。啊？就是今天就用花旗祥生的牛排。好，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对，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有来吃过吗？没有呢。没有。对。那我们最招牌的话就是牛小排。它是用五只下去卤过，再烘烤为全熟的纯熟牛排。嗯。然后带筋带点牛花。那您有想要吃比较偏牛肉原味的？有腌制过。如果是原味的话呢？原味的话，你可以参考黑松露牛约克，或者是干式熟成18天带骨牛约克，或者是四世老饕牛约克。这三个都是比较偏向牛肉原味本身的。嗯。那牛约克的话，我们就是加一点海盐跟胡椒粉，下去再做烘烤的部分，只会配上奶油、白兰地跟油脂去吸收。Okay. 那干式熟成28天带骨牛约克的话，这边有图片可以看一下。它是一个T字的骨头，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肉，一个是纽约客带筋带点油花，另外一个是菲力，是属于全瘦肉的口感。那这一道比较特别的是会有主厨在桌边为您做炙烤起司的肉，起司乳肉的味道会比较重，那四世老饕的腌牛排的话，它肉质会比较细腻一点，我们是以零油的小火方式去做烘烤，再用烘烤为主的手，肉质会比较细。黑松露纽约客，是比较，那分量是比较多。对，它是大约12盎司，比较算主餐来讲。主餐来讲，这样子。如果你是牛排，那我就牙手嘛，这样比较不会重复。好。那要的话就是一个黑松露纽约客，五分熟可以吗？带筋带点油花。好。那小姐的话就是香橙鸭胸佐开心果羊排，羊排是烘烤为7分熟，略带粉红色肉燕，可以吗？好。沙拉的部分。哦，沙拉部分。沙拉想吃有生菜还是没有生菜的沙拉？我要有生菜，所以我是绿胡椒烟熏鸭胸，那个是香苹果玫瑰鱼沙拉，鲑鱼的话是半生熟烟熏鲑鱼，那就是一个绿胡椒烟熏鸭胸的沙拉，一个是香苹果玫瑰鱼沙拉。汤品部分，汤品的部分，想喝清汤还是浓汤？那我还先清汤好了。那我就松露浓汤。对。主餐有附冰的酸梅冰沙，或者是热的酸梅汤，去油解腻又解腻，然后冰沙还是热汤，各一个好。甜点想吃有冰淇淋还是没有冰淇淋？那我龙眼巧克力好。那我就千层。千层焦糖柠檬千层吃起来会有点微酸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饮料？饮料我尽量咖啡。尽量咖啡。我是奶茶。奶茶我们做微糖可以吗？好。那有需要为您介绍佐餐酒搭配着午餐吗？好，介绍一下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有1杯180，2杯299的优惠，3杯的买酒都可以让你任挑，看要2杯还是各1杯这样子。那我们单杯的话是这一个红酒，还有酒丝，蒜片还有需要吗？就是这一个，嗯，看你有没有想要搭配，因为现在也做2杯299的优惠，先不用好。对啊，因为到时候我开车你。好，谢谢。会菜单为你整理一下，稍后为你送上现烤的热面包。这个是海盐奶油，是稍后烤的配热面包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刚才在旁边请坐。喝冰的时候，请喝的是没有酒精的哦。那今天是我来为您做服务，加上奶油餐上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再跟我说一下。谢谢。面包等下为您准备过来哦。谢谢。可以搭配前方的海盐奶油一起用哦，不过的话都可以在家。谢谢。
来干杯一下，生日快乐！我记得我上次好像喝了四杯，很会喝。好喝哦，跟以前一样好喝啊。看一下柠檬，所以这个是柠檬水，我大美柠檬水，就是很单纯柠檬水。好，谢谢。哦，热的哦，是热面包。要搭配。哎，它有股葡萄香，哎，葡萄香气，蛮软的。哦，不是属于硬的，我以为像欧式面包那种。嗯，蛮软，里面有一些坚果。他说这是海盐的奶油吗？有点普通哎，走吧。对，就是比较软，是健康啊。但我很怀念飞机餐，飞机上面的那个好像还比较咸。这个调味上比较足，调味比较淡一点，不过是有软是真的。嗯，就是餐，所以是餐前有一些果干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对面就是嘉义这种鸭香。你看看可以淋在生菜上面，稍微你泡上你起司，谢谢。它应该是这一面。哦，这什么起司啊？这个是帕达诺起司。对对对。那这个面包可以再续吗？对对对，再两块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那个奶油也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香苹，对啊，苹果、香苹、罗美、鲑鱼，好漂亮。我们先吃沙拉。哎呦，这叫桌边服务吗？苹果吗？我以为是。苹果。是苹果没错。罗曼啊，这个这样子鲑鱼肉蛮美的。不过这样一口有点大口哦。嗯。有烟熏的味道。烟熏鲑鱼。它这个蛮清爽的。它是有酱。有，它有酱。这是什么酱呢？有点油醋，又有点。胡麻的感觉，酸甜酸甜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沙拉摆盘可以再好一点，这样子好像有点可惜。熏鸭胸温沙拉，哦，像个鸟窝的感觉，鸭胸。嗯，哇，这个味道更重，这个味道就蛮明显的。对，蛮脆的，有没有？嗯，很脆的面糊，可是有点太厚了，要嚼的有点久。这个整体味道都蛮浓的，哎，柳橙还是什么，总之它有被腌制过，它不是只是这个样子，它不是单纯水果。然后这个酱料，酱在底下，酱汁在下面，红酒醋，这个味道层次蛮多的。好，来这边。松露菌菇浓汤，有泡沫。菇，这是菇。嗯，蛮浓的。它其实是蛮好喝的。正常来说，我对于那个菌菇类不是那么喜欢，可是它这个恰到好处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到4.5，蛮好喝的。而且它有不同菇类，这个黑胡椒很新鲜，而且它会热盘，温盘。
不会冷掉。好，谢谢。不然我们一般喝汤啊，很快就冷了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。这很，我觉得有点层次，它又够浓郁。哎，那个虾子有，虾子有帮你开背了。这是鲍鱼吧？然后下面这个是鱼片。哎，刚上来真的吓我一跳，我说清汤在哪里啊？没看到汤啊，吓我一跳。对，我觉得都很好喝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清汤更好喝，哎，它好鲜美哦。第一口还不错，第二口、第三口好像有一种我家巷口的面店的感觉。哎，这样可能只能给三颗星哦。我试试看它的那个，它的什么鱼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鱼片，鱼也还好，这个蛮嫩的。你看它不是到很熟的状态。我觉得如果再贴心一点的话，就可以把壳去掉了。我没有那么喜欢鲍鱼，就给你。厨房招待的墨西哥饼，哎，有硬啊，有硬。蛮温和的，感觉有孜然的味道，它的那个腥啊味道是比较没有，里面应该是牛肉吧，口感是偏软的，我觉得辛辣度不够，太甜了，不过因为是招待，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觉得不行哎，这个饼皮太硬了，它有一种要脆不脆的那种很奇怪的感觉，热酸梅汤应该是开胃饮品。啊、可以啦，酸甜可以啊，就酸梅汤嘛，这是冰的，冰是高脚的方式，对，而且有些泡沫，冰的有点酸哎，所以这种天气来讲，你建议哪一个？我觉得不管什么天气都是热的，热的比较温和，我好喝很多，这个好冰好酸哦。你好，我已经送上你的午餐。黑松露，谢谢，稍后一下为您服务哦。黑松露有一颗小心铁盘烫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帮我领一下我们的白兰地哦。好，我这边也是。多为您添加黑松露哦。来，黑松露纽约客哈，他们做切肉的，好，我给你接个早餐。纽约客的话，两边先吃哦。双方的话，我为您准备是我们的玫瑰，也可以做搭配的哈。熟度酱 OK 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如果您会觉得太深的话，铁盘都可以再为您做加热。好，那这边有玫瑰也可以做使用哦。黑松露纽约客。欸、可是不过这个很难切，这个对筋在这边，就是有一点难切，不然的话还蛮好吃的、啊。那我觉得詹姆斯安盐都不错，詹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松，新松露也有点咸，然后白兰地的香气，五分熟，我觉得可以啦，我觉得不用再熟没关系，够嫩。玫瑰盐，可以，白兰地味道还好哎，有酒香是真的哎，最后淋上，这香气是最浓厚的时候。旁边还有一些像是马铃薯、几花，那还有这个是绿花野菜跟小马铃薯，哎，怎么又是马铃薯？这个是番茄。你看这个番茄哦，它还特别，呀，这样它才可以站起来。这个就很实在，它就是马铃薯本人。那这个是有特别压成泥，它的味道风味会比较好。那你久等。好，稍微一下为你服务。这个先撒上一些玫瑰盐哦。压松的话，全时吃就可以了。好。那咬好的话，您就不用切开哟。双方有为您准备是锡箔纸。可以包覆骨头用手嘛？搭配柠檬汁跟薄荷酱。去皮的流程。你不觉得去皮的流程很棒吗？我也希望在家里可以吃到去皮的流程。
鸭胸。哎、欸，这个比刚刚的牛排好切多了，粉嫩粉嫩的，蛮好吃的。我不得不说，我有点饱哎，应该是那个纽约客的关系，应该是面包关系。好吧，蘸柠檬汁哦。我觉得柠檬汁让这个肉质又更软软了一些。然后这个是用来夹羊排的，这样吗？他刚刚已经先切好，应该是要确认那个熟度的问题。这是 Master Chef 必考题哦，羊排，哇、哦，好软哦！哎，我不知道羊排这么好吃哎，羊不是高级的食物吗？贵族才在吃的。薄走薄荷酱，你看粉红色的，粉嫩粉嫩，这样有及格哦，这样子狗都会开心。薄荷酱。那颜色我其实看不出来，猜不出来。对，有薄荷的香气出来了。这薄荷酱很好吃，很好吃哦，很好吃。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吃过薄荷酱这种情况，它是酸甜酸甜的，哎、欸，好好吃哦。这薄荷酱很好吃哎，这怎么调的、啊？真的很好吃啊，调味可以。然后上面的这些叫做什么？烤过的面包糠吗？靠近骨头的地方很脆。那个肉质的香气会存在这里，它下面还是有放那个奶油马铃薯，好，对不对？只是它把压扁了。那这个我觉得，如果就我对王品的印象，他们都会放地瓜。嗯，地瓜本人，这个、哦、好甜哦，这个地瓜是真蜜地瓜，这就是梅子，这不用说是梅子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点哎、欸，如果比起牛排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更有特色，它的风味比较多样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个4.5以上哦，甚至将近5颗星，我觉得可以给它，蛮好吃的。好，这个是打卡送的干杯，生食级干杯。哎呦，你看切开那个海鲜味就味道就出来了。嗯，这有香煎的感觉，而且真的很嫩口哎，好嫩口哦。搭配这个叫做马铃薯酱，奶油马铃薯。可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苦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真的会吃到稍微有一点点苦味、啊？我觉得就打卡送这个真的是很有诚意，可是因为有点苦味，所以我就把它扣个0.5颗星。老师，这个很烫哦，这个盘子很烫，小心。整个冰酿咖啡。这里没有冰砖，这个我们会做哦。嗯，它就是一杯粉。它这个糖应该是果糖，透明的，很透明，所以就不加糖，我没有比较少喝糖，这肯定就是够浓，就不会被稀释。哦，这是伯爵奶茶，它里面就是奶茶，它是泡好过来的，那个茶味不是很香，不够浓。这个我觉得比那咖啡更差一点，可能给个2.5吧。冰淇淋融化了。对，冰淇淋融化了。这就是浓烟巧克力啊。浓烟巧克力，好吃哎。它是苦甜苦甜的。你看它甚至还有一些渐层的颜色，滑顺啊，浓烟成功，这就可以光这样就可以给个4.5分了。这点心算是有加分。千层，我以为是那个千层，结果是这个千层啊。感觉像是某个糖片，然后上面有撒柠檬的皮这样子。好硬啊，哦，这好硬啊，这个有硬哦，这个有脆啦，有脆啦。你说硬吗？刚有点让我吓到。味道可以闻到。味道哦。这是酥皮。
这猪皮倒是挺甜的，里面的馅料很像布丁，我觉得有点黏腻呀、啊。尤其是这一片，这个不要洗呢。我觉得这个它的酸度算是可以接受，这种酸度还可以。可是整体这样子不太 OK， 就像我刚刚切的状态，它不理想。那如果是甜点，比较推荐巧克力啊，生日惊喜蛋糕。嗯，它是一个慕斯，巧克力慕斯，还可以啊，滑顺滑顺的，我觉得这个还 OK。不过王饼的体验多半都是让人非常的不会差啦，就是体验都还不错。整体菜色可以来个四分，因为有一些蛮好吃的，真的是那个酱料也真的蛮出乎意外的，还不错。价格的话，它当然就是偏高一点啊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价位，它整体的体验是好的，四星嘛。那就卫生来讲。好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卫生干净，然后厕所也相当的就是干净整洁。那在这个服务生收拾餐桌的部分也蛮细心的，好，碎屑也都有进行整理。那我也觉得这个服务可以给了4.5，这个是带男朋友、女朋友、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兄弟姐妹不用，哦，带夫妻啊、情侣啊，哦，或者是任何庆祝的节日，就还蛮适合来王饼系列，哦，来体验一下。